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凯。现在我奶奶在缝一个被罩，然后呢，准备做一个被子。奶奶，你这是缝的盖的罩不？你盖的立的盖的盖的罩。立的是立的，盖的罩是盖的罩。边是边，立的是立的。嗯，哦，是边给立的哈。挺好套的，晒的。嗯。给我晒的时候，晒。立的给标的再建筑来的。我给他揉，我给他用套。这不下铺上套的，这样套也行吗？啊？可露一头，我就在地里抓。你这个心，心要的瘦。这个缝儿扎能疼不疼吧？妈，这个缝儿扎能疼不疼吧？这是可疼。可疼嘞？不敢碰，不能扎，这个扎疼。这个套的还是一下的人呢，没一下的吧，是套不住人了，没一下睡得着，一边我头，一边我头，你看我再套掉，我欠人，你欠钱掉我的，欠人，欠人就行，一边我一边掉，你套越大越疼，我把它挂到上头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头条号"农村阿凯"，我们下期再见。